二伯伯，小姨夫爷爷来了，回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准备，你快点，快点，你现在是狗，快点，快点，准备，放好，快快，给我扣上，给我扣上，来来来，给我扣上，藏好啊，来来来，来进来。我得的是抑郁症，又不是传染病啊！对，小姨夫，出院了哈。那个，其实啊，慧慧这次考试吧，她别说慧慧。哎呀，别提，别瞎提。那个小姨夫，你别激动啊。其实吧，这也就算是一次考试。别说考试，别提了，啥不高兴你们说啥。小姨夫，是这么回事。我们三个呀，这精心准备了三个小魔术，我们这刚学也不知道会不会，会，没说会会，没说会会。这不是想在这儿表演给你看看，你给指教指教，也算是一次考试。对对，没说考试。考试。行吧，小姨夫，会会，考试第二名，我们全医院谁都不敢说，对对对，都怕我死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谁也不许再说了、啊。不说了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我们就是表演，我们表演的好，你就高兴一点，好吗？啊，对。哎，好。让我来干啥？你就帮我们看一看吧。好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小敏令，哎，你先来。哎，我先来啊，小姨夫啊，来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的表演的魔术啊，就等一下这个箱子呢，我大喊一声三二一，我闭。啊啊啊咋的了？这是？这咋还进我这里边来了呢？这一箱子住不了俩人。我要去医院复查。小姨夫，小姨夫，等会儿等。吓死我了你！你咋进来的？你躲在里头干啥呀？要变我？别说话！哎，你变吧。变？我还变啥呀？我本来要把他变出来，你咋进去了呢？你都把道具都给破坏了。是啊。小姨夫，第一个呀，对，他是打算把它变出来，结果你把它做出来了。我这是第二个，要一鸣惊人，你主要得看这个叉子，别跟我比比划划的。呀，不是，什么玩意儿？里面咋还有一瓶酒呢？我这不就打算给你变酒呢吗？是、啊。哎呀，我回医院。别别别别别，还有一个，别别别，来来来来来。哎呀，还有，你看我的，看我的，看我的。我跟你说，小姨夫，你坐着坐着。我跟你说，这个魔术我可是练了一年多。这个精彩，对对对对对。这个魔术的名字叫水。都去哪儿了？太好了，街坊邻居都喜欢。来来来来来，倒水。开始开始，小姨夫，哎呀，我这什么都没有吧？来，跟我倒数三个数，三、二、一，走你。去哪儿了？开始吧。你别扑了裤子，你没看呢。你看呢、啊？再来呗，再来呗，来来来，看好了。这是个空杯子啊。哎，倒水。看倒了，倒水了啊。好嘞，你们看我这什么都没有吗？小姨夫，来，大家跟我一起倒数三个数，三、二、一，走你。行。小姨夫，你都去哪儿了？开始啊！咋又扑了裤子呢？你得抢小姨夫，你能好好看呢、啊？再来一遍，这点真行不行啊？这是一个空杯子啊！嗯，来，你看水，这里边有水啊？什么也没有啊？三个数啊，三、二、一。你看水都去哪儿了？神奇不？喝了？没喝？没喝？这怎么能喝了？喝了还叫魔术吗？对对对，没喝。没喝？真是魔术？你对，变没了啊！你喝了还叫魔术吗？没穿纸尿裤。那水去哪儿了呢？那就是魔术吗？变没了吗？神奇不？变没了。神奇，再来一次。再来一次，看看，再来一个，还来，倒满了，
为了让小姨夫高兴，倒满啊！哎，这是个空杯子啊！哎呀，倒！哎呀，好。行啊，好，来吧，这我准备好了，给刘浩了啊。哦，来这杯啊，好，来跟我一起倒数三个数，三二一，走你！水没了。哎呦我天，高兴了！哎呀，小姨夫高兴了，高兴了，高兴了，小姨夫高兴了，高兴了，耶耶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给我变个醋没了。再来点胡椒面，不是，好多难行。倒上，为了小姨夫，来吧，倒啊，这是个空杯子，来吧，倒一点就行。再来点，再来呀，来吧，好嘞，来跟我一起倒数，三、二、一，走你，回来。没了，回医院复查。